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。今天吃的是肠粉，还有这个，就之前跟你们说的那个老太太的饭团，一直心心念念的这个饭团要给大家录一期。我今天还是加了那个鸡排跟那个梅干菜。他那个鸡排真的很好吃，不像一般那种卖的鸡排就都是面粉，它的话能实实在在吃到肉。好，那我就开始吃了，还是让它放了好多酱。就是鸡排，能看到肉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。现在的话，一般饭菜里面都是那种里脊肉嘛，然后这种的就比较少。它也是外面裹着面粉炸过的，外面很脆。芥末豆浆，以前一直很喜欢喝全家的那个芥末豆浆，然后最近我们这边开了一个，也是类似的便利店，叫十足啊，然后就去那边买了一下那个芥末豆浆跟包子什么，那个豆浆真的跟全家没得比。一点都不好喝，而且都很小杯，差不多这样子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好喝。这个是肉蛋肠粉，让它放了一点点辣。
这里面还有香菇、萝卜干什么的。他这家没有虾肉，不然我比较喜欢吃虾仁的肠粉。哇，底下酱好多，这口应该很好吃。下面还有好多汤啊，料也挺多的，如果来碗饭就好了，可以拌着吃。
最近好像老是被呛到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我们下期。